来买啦，但是咱的这个天气啊，西北风真明显。咱先看前两天吼，甲目前这个雨水，花莲才上侪吼，花莲秀林遮吼，落到超过1100毫米的这个雨水吼。啊，咱的这个啊，部落湾这边嘛有240毫米的哦。主要这雨水哦，拢伫花莲、台东吼、甲屏东啊，啊，宜兰遮附近嘛，雨嘛袂少吼。咱即马吼，风台过去了后，天气是安怎的？咱先来看这个气流甲雨水的图吼。咱为这个气流的图吼，咱基本上通看到咱的海葵台风吼，今日已经减弱的变作是低气压。但是咱今日开始吼，甲拜五吼，咱台南以南这落雨时间较长吼，伊伫透早甲暗时间吼，拢开始会落雨。其他咱全台湾其他所在爱特别注意的，讲今日开始吼，甲拜五，咱这西北雨真明显哦，爱注意吼。啊，另外呢，咱台湾东边遮有一个吼低气压吼，14号这个低气压，即马看起来应该上紧今日暗时啊，甲明仔吼有机会吼发展变作今年第13号的这个风台啦。啊，伊的名会叫做咱的鸳鸯吼。啊，伊即马看起来是为这个日本东边花海这边遮走过吼。啊，另外呢，咱差不多甲11号开始了，甲14号，咱就受到低气压伊这个。带来这种啊东北风吼，所以咱的天气算讲开始会较稳定，都较袂落雨啊。咱今日跟明仔这个暗时啊，这个落雨的情形吼，咱先看卖啊吼。咱今日暗时啊，跟明仔这个透早吼，分林以南吼，啊甲桃园以北、甲宜兰花莲吼，才有落淡薄仔雨啦吼。但是咱明仔这个早起时啊，甲中昼暗时啊，才吼注意吼，咱这个西北雨就真明显吼，宜兰呐、中部啦、南部这附近吼，爱。爱注意吼，有一挂这个雨会真明显哦吼。咱啊后壁五天这个天气吼，即马看起来无讲介好吼，特别是咱中南部地区哦，啊一直爱到礼拜吼，礼拜即天吼，中南部这个雨较会较少一线吼，所以咱看到吼，咱拜三、拜四、拜五，台南、宜兰、花海之后，伊这落雨时间较长。咱全台湾爱注意就是讲吼，西北雨真明显吼，伫咱这个拜三、拜四、拜五吼。即几天啊吼，西北雨较明显。咱拜六看起来，咱云林以北天气就较好天啊，所以咱拜六礼拜这两天吼，云林以北吼算讲较好天啦。但是咱云林以南遮吼，即个落雨情形嘛是真明显咯。一直啊到后礼拜一开始了，天气才会较稳定啊吼。所以咱今日的这个天气的提醒就是讲吼，伫咱今日一直到拜五爱注意吼，即个西北雨真明显吼。啊，西北雨伊这雨有当时落来真大吼，爱特别小心吼。另外呢，咱拜六只吼开始吼，南部只开始会准雨，啊北部的天气开始就会愈来愈稳定。啊，礼拜即天呢，剩南部的山区吼有一挂湿麻雨以外，其他所在天气算讲拢袂歹。哦，咱伫个拜六进前吼，爱特别注意来讲吼，中昼了啊吼，伊这个西北雨会较强的，哦，所以请大家好朋友，咱山区。啊，是这个溪边吼，尽量唔好去。最后啊，这是今日咧，甲你讲气象，即马甲咱的时间交予主播。立刻下载静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